对于时代的动荡的过程中，到底他们经历什么样，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样，他们对于大时代里面的看法，亲身经历之后他们心里作何感想。所以我在尝试的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在明清之际，就特别是在这个朝代转换的时候，在这个所谓天灾人祸相结相连结的过程之中，那么下层的士大夫或者下层的这个士人，他们如何面对这个时代的变动？所以我就选择了江南这个地方作为我探讨的对象。而且我想探讨在明清之际这段时间，清军南下的过程之中，这些江南的这个下层的士人，他怎么样度过这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而这里面呢，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议题。这个有一句俗谚啊，叫做小乱必成，大乱必乡。这小乱必成，大乱必乡这句谚语呢，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在过去我们这个历史研究没有资料库啊，所以要找这个说什么时候出现很困难。现在拜这个资料库之赐，我们很容易可以搜寻到，原来这个所谓的小乱必成，大乱必乡，就是天下有小乱的时候，你要跑到城市里面去，那么大乱的时候呢，要跑到这个乡村里面去。这句话呢，可最早出现是在明朝末年，明末清初的一个作家叫李渔，李渔他的这个一本小说《十二楼》里面出现了这句话啊。这个李渔的作品呢，啊，我们这一次这个合创史基金会的书画展里面也有展览啊，请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李渔讲的这句话，充分的反映一个时代的背景，也就是说，在这个明清之际的战乱之下，这句话因此而出现。它是一个明清之际社会下的产物，而且这句话其实一直影响到后人。怎么说呢？因为这句话在明末清初出现之后，到了清朝以后的凡是发生的战乱的时候，这句话就时常被引述出来。比如说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很多这个地方的人就会引述这句话，哎，这个时候叫要大乱必乡，啊，所以这句话其实一方面反映了明末清初这个时代背景，另外一方面还反映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当时人们脑海里面出现了城市跟乡村的分别，啊，如果没有城市跟乡村的分别，就不会出现这句话。那么到底当时人意识里面的城乡差别在哪里？而且这个城乡差别反映在明清之际出现了什么变化呢？也许我们待会就继续看下去，啊。另外呢，探讨这个议题还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所谓的下层的士人所留下来一些明朝时候明末清初的一些日记，也可以看看这些所谓逃难的过程之中，这个住在都市里面这些逃难的这个人，他们在逃难过程中对这个大时代的反应，还有他们所记述所写下来的东西，对那个大时代里面的人物，我们结尾谈到，比如说包括了钱谦益啊，啊，包括王铎啊，啊，这些人，到底这些人，这些下层士人怎么去看待这个大时代下的这些人物啊？好，那么当然这样的议题也不是说是我一个人就想出来的，其实之前呢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在学术界里面呢也有一些相关研究，不过谈到这个逃难的历史的研究呢，基本上呢，在明末清初以前，我们很少看到相关的史料。什么原因？虽然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南北宋时候都有大规模这个北方士人迁到南方去的这个情况，但是因为史料很缺乏，我们只知道的大部分就是一个只字片语。你想要知道他们如何逃难的细节过程，必须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才有那么详细的资料。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知道了，这过去的这个讨论明清之际这段时间，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熟悉的题目，都是大家讨论，哎，明末清初谁是忠臣，谁是二臣，还有士大夫这个政治认同，要不然是忠臣自杀，要不然是二臣投亲，像这样的这个问题是大家过去呢比较耳熟能详的。另外呢，当然最近也文学作品里面非常流行讨论，就所谓离散创伤跟这个历史记忆的问题，但是这些文学作品里面呢，因为它的这个相对而言它的主观性比较多，它
它其实大部分透过隐喻对来表现。那有没有直接谈到这个历史现象的？相对而言就比较少。所以这我想这就是我想探讨的一个原因。那过去的所谓的二手研究，就是既有的研究里面，关于这个议题几乎讨论的很少。以我所知道，大概就是蒲正明教授，这个很有名的，但我想大家都看过他的书。他在那个《众乐的困惑》那本书，已经有中文本了哈。那本书里面，他曾经有一个小节，利用了两本书，就是当时两个人的日记来讨论华北地区的人的逃难。当然，这个因为资料有限，他就只写了大概两三页而已啊，很有限。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学者，像我们刚当选这个中研院院士文学的这个李慧仪教授，他有两篇很著名的这个文章，是讨论在这个明清之际这个离散过程中的妇女形象，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研究。好，这个以下这些大概我都会提到。接下来我们进入了正题，在进入正题的时候，我想先把明末清初这个历史阶段里面，我分三个阶段去讨论。我认为在这个明末清初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逃难潮，三个时段的逃难潮，啊，三波的逃难潮。第一波的逃难潮啊，这个从明末开始，就是崇祯末年，啊，是崇祯末年开始出现的，啊，逃难潮。好，这个有趣的故事是这样发生的。如果我们把这个镜头往前拉一点点，大概在万历朝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个趋势，就是明朝有钱人了，就是明朝那个原来就在乡村里面那个士绅跟地主，开始有一个趋势，就是搬到这个都市里面去住了，啊，搬到都市里面去住。那为什么这个趋势会发生？有几种说法。那第一种就是说，晚明因为工商业的发达，所以开始有一些这个士绅开始搬到都市里面从事工商业，而且如果不从事工商业，还有一个实际现象发现，在这个城市里面，你不做工商业，你炒地皮啊，就是做一些这个所谓的不动产买卖，事实上也获利比在乡村啊，这个所谓当包租公啊，就当这个租店地主啊，还要获利得多，啊，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移居到城市里面去。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在晚明之后，移居到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城市里面有越来越多的士人团体跟士人的文化活动。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士大夫，你想要成名，当你还没考上这个进士的时候，你想要成名，最好的方法就到大都市里面跟这些这个文人界多一些交往。所以这个时候都市也非常吸引人。那另外还有一种理由，当然就是晚明之后的这个都市里面的休闲娱乐空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所以这也是吸引很多有钱人士大夫啊开始移居到城市里面的原因。所以呢，我们时常看到了晚明出现一些这个论述，讲说哎呀，过去呢我们这些士人喜欢住在乡村，这个田园生活让人很舒服，但是现在呢大家觉得住在都市里面比较好啊，于都市里面享受的比较多啊。可是这种居住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情况呢，到了崇祯的这个时候呢，依然有钱人开始迁到城市里面去。不过呢，这个时候呢，有钱人迁到城市里面去的原因呢，慢慢跟我前面说的那个三个理由没有直接关系，反而跟治安有很大关系。因为到了崇祯初期的时候，其实地方上已经非常不安静，这个社会非常骚动，政局非常的不稳，所以很多地方上的这个绅士富户啊，住在乡村绅士富户，他为了他自身的安全，又怕这个盗匪突然来抢劫他，所以通常呢，他都会把自己的这个财物或家人开始迁到城市里面，毕竟在城市里面有城墙、有官府、有官兵可以保护他们。而一般的老百姓住在这个乡村，老百姓这个时候在崇祯这段时间其实也非常紧张，因为这个地方不近了，三不五时就有谣言说哪里哪里有叛兵，哪里哪里有土匪，所以在乡村的这个老百姓非常焦虑啊。时常看到这个乡村的老百姓听到有什么警报，就赶快冲进城里面去避难，后来发现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啊，所以他们又回到乡村。所以时常在崇祯这段时间，有很多乡村的老百姓进进出出在城市里面，都是为了逃难。
比如说这个崇祯八年，当时这刘贼啊，就我们所谓的刘寇，听说刘寇到了这个桐城县啊，这个其实是谣言，但是老百姓呢，城外的这个住在城外郊区的老百姓又纷纷搬进城市里面，像这种谣言在晚明的这段时间非常流行。那么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兵灾以外，说实在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五年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似乎啊天就要亡大明王朝啊。什么原因呢？当时不但有兵贼，就是不但有像流寇这个东西，而且在江南地区也发生了旱荒，发生旱灾和蝗灾。而其实这个也还不只是江南，几乎在中国当时这段时间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个所谓的旱灾跟蝗灾。旱灾蝗灾发生之后，大疾疫就是所谓的流行病就开始越来越多。所以当时人就探讨说，为什么老天啊在这段时间所谓兵贼旱蝗疫者全部都聚集了啊。那个所以呢这段时间呢，有一些学者，现在当代的学者就用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论点来解释明朝为什么灭亡。其中一个解释叫做十七世纪的危机啊。十七世纪的危机里面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说按照这个气候的变化，刚好在十七世纪中叶，就是明朝末年崇祯这段时间，这个进入了小冰河时期，就是气候进入了小冰河时期。那气候进入了小冰河时期，会造成了很多所谓异象，包括了这个农作物的旱灾或荒灾，然后同时也会出现这个所谓流行病啊。所以呢，有一种解释明朝灭亡，就是我刚才说这种所谓十七世纪的危机，这是解释明朝灭亡的一种原因。在这个时候呢，就在这段时间，就是已经明朝末年的这段时间，已经开始在住在城市里面的知识大夫，已经有一些人意识到天下将要大乱，朝代可能要转换了啊。所以他们其实当时已经有人开始计划怎么样举家从城市里面迁都到乡间。比如说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在住在太仓州的士人叫陆士仪，这是明末清初一个所谓的下级的士人，不过他写了不少东西啊，而且他写的东西都跟那个军事致用还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的老师啊是那个副社里面很有名的那个张辅，所以他在太仓的时候呢，他就想要跟他的这个同事啊，跟他的同学一直讨论，他觉得说这个天下将要大乱，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想到未来要怎么走。所以他当时跟他的同事讨论说，我们将来干脆大家一起搬到一个地方去。那选择搬到哪里呢？当然不是搬在城市里面，他是搬在郊区。事实上他当时已经选定一个要搬出去的一个乡村地区。这选定好准备要动身的时候，突然发现那地发生旱灾，发生灾荒，所以后来他又放弃那个地方。很可惜，到底这个陆士仪接下来他到底搬到哪里去？因为他写这个《自学路人》这本书，这个日记啊，只写了一年，我们不知道他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这个 case 倒是告诉我们，其实到了崇祯后期，已经有很多住在城市里面的士人开始想到要避到乡村去了啊。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江南地区里面住在城市里面的一般人，虽然他们知道有城墙、有驻军可以防小股的盗贼，可是他们更担心的一件事情，已经不是那种小股的盗贼而已，而是所谓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什么叫大规模军事行动？其实到了这个明清之际这段时间，江南人最担心的啊，最担心的一方面是像左良玉，或者是这个市政的这些明朝的这些军队啊，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担心清朝真的打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下层的老百姓也有很多人开始纷纷想到，万一这个大军压境，通常都是以城市为目标，那我们这些住在城市的人该怎么办？该赶逃啊，这是当时已经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好，那么接下来到了这个甲申之变的时候呢，就是崇祯十七年这个三月的时候，李自成已经打到北京了，北京陷落了，所以引起了很多不动的不引起很多更大的这个不安跟骚动。那么在江南这地方的人呢，在三月北京陷落的时候，江南的人呢其实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通常在北京陷落的消息经过了两个月才传到江南，
那么在一个事实上在一个月之后，很多这个所谓的上层阶级，就地方上的官，是个乡宦巨士，其实已经嗅到这个味道，已经知道有点不太对劲，所以已经开始计划要逃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时很多这个例子，看到像淮安城门这个例子里面有看到，在淮安城这个有很多这个武官或者是官员，他们都已经知道天下不太稳定，赶快要求把自己家属给这个送出城外避难。我讲到这里，另外呢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其实在北京陷落的过程，到江南知道北京陷落这个过程，隔了两三个月的过程之中，其实呢还有一些江南的文人还搞不清楚状况，所以当时还写了很多这个所谓的时事小说。其中有个时事小说你看起来更好笑，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事小说里面说到，哎，这个明朝军队已经把李自成打败了，李自成已经被明朝军队抓起来杀了啊。所以呢这种消息我们就发现，其实在晚明这个消息的不灵，这个讯息的新闻讯息的不太流通，其实在地方上往往会出现很多阴错阳差的情况啊。好，那么接下来这个避居避难的地方呢，我们就开始出现了变化。以前呢我们就说在崇祯初年是大家从乡村避到城市，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从城市避到乡村去了。那这个段时间呢，天下大乱的过程之中，一直到这个所谓的5月15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位之后，消息传到江南，大家才发现，才稍微安心一下啊，至少我们这个南明政权成立了啊，这个国家还存在，所以我们稍微安心一下。这是第一个阶段，接下来看第二个阶段。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弘光朝这个福王也是扶不起的阿斗啊，他在南京呢只会吃喝享乐，然后把大事都放给这些佞臣，所以呢这个王朝也南明这个福王这个政权弘光政权也维持没多久。接下来弘光朝灭亡之后啊，到清朝征服江南这段时间，我们说这样出现第二波的逃难潮。那么我们先看清朝怎么样征服江南哈。在清就是当弘光朝成立的隔年，就是到了顺治二年，就是1645年的时候，清军已经开始积极的部署南下。他现在二月啊，他这个多铎开始移师江南，去往南京。三月的时候，进军到归德，啊，已经平定了河南。四月的时候，他开始取亳州，还有这个渡过淮河攻扬州，所以扬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战役。等到4月25日，扬州城破，出现扬州十日之图。到了5月10日，清军渡江到了南京的时候，这个南京大部分的人都发现大势已去。事实上，我们这个弘光皇帝人都早就跑掉了啊。那这个时候，南京怎么办呢？南京当时为首的几个官员，一个叫新城伯赵子龙，另外还有两个官员大家很熟悉，一个叫钱谦益，一个叫王铎啊。这两个人呢，跟这三个人后来就合议开始决定投降了。那么投降之后，我们就发现历史出现了变化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清军征服长江下游的路线，好像跑得太快了哈。好，不过大家知道，他们就是沿着这个啊，先渡了淮河，再到了这个长江，然后一路再打到杭州。在这段时间，其实基本上没有除了扬州十日，就是扬州那一段时间的战争比较激烈之外，其实一路下来清军没有面临到太多的抵抗啊，没有太多的抵抗。好，那我们这时候谈一下扬州十日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扬州十日是这个辛亥革命或者说我们这个国民革命的时候最重要的反满宣传啊。那扬州十日作为反满宣传品之外，我们先把它回到原点去看这本书的出现。其实这本书的成书年代绝对是在明末清初，没有错，所以是当时的一个下层士人叫做王秀楚的，他其实是一个徽州人，但是他因为做小生意跟着徽州人跑到了扬州住下来啊。但是这个他写出来的这个整本这个文本之后，其实在当时事实上看不到，
这些书呢，很多明清之际的留下来的这类，我们说这些逃难书，如果我在十年前要做这个研究，是看不到这些文本。那很多文本，一方面是后来被发掘，还有一种情况是最近才被发掘出来。那有一部分的发掘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那就是跟这个所谓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之后有关系。所以这个扬州十日，其实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被人发掘出来，然后收入在一套丛书，叫《金陀异史》的丛书。而且那个编这个丛书的作者还不敢用真名啊，还真怕到时候万一编的这个上级不高兴，万一他被抄家怎么办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本书的出现很有意思。不过我们把这一本书还原到文本，它是不是一个繁满的宣传？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可能你会发现它跟繁满的真正的繁满之间有一点点的落差。但到底多大落差呢？结果我们会看下去。在扬州陷落的前后，居住在城内的一位徽州籍的下层士人叫王秀楚，他写了这本《扬州十日的逃难记》。其实他这个故事的过程呢、大概是说他在扬州陷落的过程之中，他如何跟他的家人逃难，但是事实上他一直没有逃出扬州城，一直没有逃出扬州。大家知道其实扬州城还蛮大，但是为什么他没有逃出扬州城，事实上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当他看到城陷落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出了城。而这段时间呢，他碰见到很多问题。最有趣的是他在那个徽州人住的地方里面，很多清兵来跟他勒索，然后他觉得我明明很穷，为什么大家都清军都要跑来跟我勒索？而且带清军来勒索他的都是当地的扬州人也就是当地的汉人所以他觉得这个是有什么不对劲。后来才发现，原来他虽然是徽州人，虽然是下这不算是很有钱的商人，可他住在很有钱的徽州商人的社区里面刚好住在一个豪宅区里面的贫穷户所以他就觉得我还是想办法逃离出来吧。想不到他在逃离这个过程之中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当然最后呢，然后逃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都很多是运气有关，比如说他躲在梁上，比如说他躲在棺材里躲在尸体里，躲在茅草屋里面。大家现在会觉得好像看起来听起来很轻松但是做起来不太容易如果你要躲在这尸体里面你不代表说躲在尸体里面人家就不会杀你因为通常这个时候战争完之后，巷战之后，要确定有没有人真的死亡那个军队里面会拿那个长矛把那个尸体那边戳，不断的戳，所以不要以为躲把尸体要盖一下就可以躲了。另外大家知道现在看这电视节目电影看起来这个躲在尸体里面好像很简单但你要想到那是尸体尸体是有臭味的，而且呢那种恐怖的画面是很难忍受的所以不是那么容易。最后他虽然躲开了而留下来，不过他技术过程中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恐怖的经验。那么很有趣的，他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时候真正到扬州来杀人抢夺的还不只是清朝的兵队，还包括了所谓城外的亡命就是在扬州城外的这些流氓。后来我们会发现其实不止扬州这样子，你要发现大家知道扬州十日嘛，嘉定三屠像江阴这些地方，当清兵攻破了这个屠城，先是清兵屠城，接下来就是外面的人来抢讲到这里好像是中国人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好，先不要谈这个，不然讲太多这个事情讲不完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南京的这段历史。南京不战而降，当弘光帝这个逃出城之后，其实民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原来清军已经准备入城了，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大家在紧张过程中还好，就是我刚才说的像这个所谓新城伯赵之龙、钱谦益、王铎这些人决定主张投降，而投降的过程中已经跟清兵讲好，就是说清军你就不要，你入城之后不屠杀，但有信就是准许他们那个南京城的人依然住在那边安定
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原来皇城，就是南京皇城的那个地方要空出来给清兵入住。而这个东区的那些皇城的那个住民就很辛苦的要搬啊搬家，那搬家当然很辛苦了，有些人柴火就丢了，或有些人这搬家过程就死了。但是后来这一区呢，就是后来清朝所谓的南京的这个满城，哦，八旗住房的满城。那可是看起来我们赵之龙或者是前这些人是叛臣是降臣，但是从当时的老百姓心里面不是这样想的。南京的老百姓里面最后反而是非常感激这些人，因为他们的投降让南京的很多下层老百姓不要受到这个屠戮之苦啊。所以历史的评价是一回事，当时人的想法又是一回事。好，那么江南其他城市里面一听到南京陷落，也纷纷出现了逃难潮，很多都是从城市逃到乡村。那么有一些城市里面的人还想要组织义军来开始要抵抗，但是有一个例子非常有趣，是苏州的例子。当苏州五月的时候有出现逃难潮的同时，居然呢也有一批人啊义愤填膺，说我们要组织义军，然后还推举某位这个举人，据说他这个是武举人出身，所以很懂得兵略，要组织义军来开始抗清。可是老百姓不想抗啊，大部分老百姓说，你只要苟且投安就好了。苟且投安，同时居然把那个他们要组织抗清、主张建议的那些僧员抓起来打了一顿，而那个被推荐说很有才能的人，居然被那个居民给抓起来杀了。这是很奇怪的啊！不过这个说明一件事，在当时这个战乱的过程中，其实很多城市里面居民，他大部分的想法就只要苟且偷生而已，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啊。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在次一级的都市里面，除了苏州这个大城市，下一层的都市里面，有很多老百姓都是纷纷想要从城市迁到乡村。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叫做城乡地位的翻转。什么叫城乡地位翻转？我特别要讲一个，比如说上海的例子。因为呢，自从这个晚明经济工商业发达之后，有钱人都搬到都市里面去了，所以在都市里面的人呢，仿佛开始啊，跟乡村人呢出现一个身份上的差异。事实上，所谓身份上的差异，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法律上的不同，或者说他们的有什么户籍上的不同，而是住在都市里面的人觉得开始高人一等啊，有一个非常骄傲的态度。你看这个，我下面引的这句话是一个上海人姚廷林所写的一本历年记，他讲一句话，他说上海人呢、啊，人性恶薄啊，凡是村中与城中亲友往来啊，必受亏几分啊，目其为乡人也啊，好像你家里有叫江村的人，但是家里亲戚也想要到城市里面拜访，那个城市里面的亲戚就高人一等，觉得嗯，你来跟我拜访是有什么事吗？啊，是有求于我吗？啊，可是接下来看了，为是此时一亲即亲，卑辞厚礼，觅得一间半夜即西家而栖，以为万幸。啊，到了这时候要逃难了，哈、啊、哈，以前你是住在城市里面的啊，这个人高人一等，现在你要逃难需要乡村的亲戚，好了。这时候乡村的人开始啊，就开始地位翻转了，所以那个城市人开始对他的乡下的亲戚就非常卑躬屈膝，为了逃难还送很多礼啊，这个很有趣。我们终于发现这个城市跟乡村在这个时候出现短暂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地位的翻转。好了，第三个阶段就所谓执法令下令之后的江南抗清的活动，这时候出现第三波逃难潮。我说其实这个前面这段时间清军一路下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抵抗，但是到了6月15号发生所谓的这个执法令之后，这个当时命令全部的这个老百姓要在10日之内把头发都剃掉，这个时候开始人心骚动了啊。而且原来这个很多前明的这些官员，还有这个已经逃到地方的士绅，这个时候纷纷起来抗清，纷纷聚集，号召义举啊，起来抗清。那么在抗清的时候呢，通常有几种形态，通常是以城市为中心来号召乡村的这个居民组织义军来守城，然后也跟这个明朝一些残余部队
配合起来来抵抗清军。我们来看当时这个清朝下游主要抗清的几个中心，我们看到的红色几个点，包括了从江阴、嘉定到吴淞、到嘉兴、到松江这几个这个红色的点，就是以城市为中心，集合乡村的义军来一起就抵抗清朝军队的一个部分。第二类呢，绿色的这个点是在吴江这个县。吴江县里面出现的这个抗清情况是比较好玩，怎么好玩呢？它叫快闪族啊。什么快闪族？就是乡村的军队跑进都市里面，把清朝派来的官员杀了，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守住这个吴江县的城，所以杀了这个官，杀了这个清朝官员之后，人就跑了啊，人就跑。所以这个吴江县人也虽然出现了抗清，但是他实际上持续没有多久。第三类啊，是我刚才讲，这个是出现了苏州跟太仓州这两个地方。这一类呢，我们前面看到这个其他很多地方呢，是以明朝的这个人聚集起来抗清，但这两个情况是颠倒，因为太仓州跟苏州驻扎了比较多清朝的军队。所以呢，是清朝军队呢住在城子里面，来守住城，来跟城外的这个所谓的义军开始对抗啊。所以有三种形态，一种形态是明朝的军队在城里面啊，另外呢是明朝军队不足以守城，只是屠杀了一下这个清军就跑了；另外一种是清朝军队在城里面，明朝的军队在外面啊，这个就是围城啊，外面想进去，里面想出来。好，那这个我刚才说的抗清的三种形态就是这种。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三波逃难潮里面，这里出现最大的一波逃难潮，就是陈桃乡的这波逃难潮，较之前的这个逃难潮要更大规模，留下的资料也比较丰富更多了。那么从这些逃难的资料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啊，有一些可以解决了我们过去有些疑惑。第一个疑惑是城里面抗清，那住在城里面的人怎么办啊？其实我们发现，从这些资料里面发现，很多江南这些义师或者江南这些士绅准备要抗清的时候，已经通知了城内的老百姓，叫他们你们早点离开，早点离开。所以大部分住在城里面抗清，像江阴、像嘉定，在城里面抗清的人，组织起来的抗清人，其实在城里面那段时间，大部分超过50%其实都是壮丁，大部分的老百姓都事先其实已经通知他们先离开了，那么还有留下来的是不想走的，是不想走或觉得没有那么急切的。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住在城市的人们不想走？因为大家知道，在传统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时代，不像我们现在啊，有户籍成本啊，有权状。有土地权状，所以呢，到时候你离开了，真的发生什么事，你就带土地权状都可以拿回你的土地。在当时没有这个东西哈，所以呢，你一离开你的家里面，可能等到你回来的时候，你家里就变别人家了哈，或者你的东西锁得再好，可能你要回来，所有都不见了啊。所以为什么当时有很多住在城市里面的人，他不愿意离开城市，因为他真的很担心我的家就这样从此完了。但也有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最后还是死在城里面。另外我们也发现，这个时候一旦开战，那么城门就会闭锁起来。城门闭锁起来之后，基本上住在城里面这些抗清的义士，他是不愿意开城，因为他觉得开城门就是献降，就是投降。可是等到开战的时候，一般老百姓才想要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千方百计的哀求他们的这个首领可不可以把门打开，这时候通常就会发生这种矛盾的情况，以至于呢很多老百姓最后都在这边死了，都在这边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江阴嘉定的时候，有时候形容说，因为城门闭守，老百姓无得去逃，最后所有城内有水的地方都是尸体。为什么？大家都跳在那边自杀了啊，井里面、河里面。甚至那个什么池塘全部都是死人，因为大部分人都在跳河自杀，而且其中有80%是女性啊，百分之八十是女性。
不行。好，那另外我们也看知道这些留下来文献里面都呈现的是如何逃难，逃难的千辛万苦里面最大的是要不要暴露在被敌人所看到的视线下，这个说是容易做是很难的啊。好，如果成功的逃开了城市，到了乡村，那么在乡村里面是不是就比较安全呢？事实上也不是，真的也不是。因为乡村里面啊，虽然它不像城市里面，它是成为所谓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首要目标，但是住在乡村里面呢，也不是那么安全的。首先呢，在乡村里面出现了很多义师或义兵，这些义师、义兵或民兵组织，表面上打着抗清旗号，事实上是一些乌合之众。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当时太仓州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所谓的民兵组织，叫做乌龙会。啊，真的就是乌龙茶的乌龙会啊。这个乌龙会呢，从头到尾真的都在摆乌龙啊。怎么说呢？他们就有一些这个奴仆啊，或者是这些所谓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地痞流氓组织的乌龙会，然后呢，他们说他们要去太仓州，要攻太仓州城啊，一大堆人拿了一些武器，也没有训练过，拿了一堆武器到了太仓州城，太仓州城之后发现城门紧闭，说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开始煮个午饭啊，开始做饭菜，做饭菜做到一半，城门打开，里面清军只不过冲出来五六个这个骑兵。一冲就把这些乌合之众给冲散，然后那些人提着这个锅子铲就纷纷跑啊逃命。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知道这种乌龙会啊，基本上对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败事怎么有余？这些乡兵啊，大部分时间并不是真正在抗清打战，大部分时间在那干嘛？都在勒索嘛，都在勒索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士绅，说哎，我们要抗清，你要给我多少粮。有时候呢，他还跟隔壁的乡兵开始打仗，这个很无聊啊。所以呢，这些人他真正的目的，这些所以你住在乡村，你得面临到这类问题。而且这些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些乡兵，有时候又会招来清军的反扑啊。清军有一旦知道你这个市镇里面是这个乡村市镇是这个民兵组织的中心，他就会派清军来所谓的清乡来扫乡。那还有，你躲在都市，躲在，好不容易逃到这个乡村里面，但是你逃到乡村的地方是一个小市镇的话，你还是得小心，因为当时江南有很多所谓的小市镇，这些小市镇像我们现在可能到江南都还可以看到，什么朱家角镇啊，哦，还有我们那个阿汤哥啊，这个拍电影的那个西塘啊，那个都是当时的小市镇。这小市镇其实聚集了很多有钱人。所以呢，住在小市镇比较小心，因为等一下一会儿这个清兵来了，一会儿这个明朝的军队来，反正这些军队来你都搞不清楚是哪一方面，但是他就是跟你要钱，啊，所以在住在乡村是不是过得去呢？一样也要小心，一方面呢要面临到两边的勒索，清兵不但会屠城，他有时候知道这个乡村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其实会大规模的所谓清乡。好，这个清乡，这个一想到这个清乡，我想这个跟日军那个时候也有关系。日军似乎当时在抗战的时候，他发现乡村都是游击队，他没办法控制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伪军啊开始清乡。好，这个城市陷落之后，通常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城市陷落之后要恢多久才恢复。其实从江南抗清活动开始，从当年的闰六月开始，一直到九月底，大概江南才大势已定。然后官府才开始着手招安，这个时候有一些难民陆续的回城啊。可是这个时候我们非常有趣看到的情况，很多老百姓逃到乡村之后再回到城市里面，哎，发现他的朋友还在，他的亲人还在，当然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啊，当然喜的比较多。可是你最后看到的残酷事实也非常有趣，比如说有一个苏州人，他的写的这个苏州日记，他说在那段时间他逃到乡村了，等到了平静之后再回到城里面，看到他的亲戚在，他就问说你怎么样活着，这个亲戚告诉他一件事，他说其实我之所以活着是因为我帮清军守城。当时清朝的这个军队知道了明朝要来，这个很多乡村军队要来反抗，他要攻击城门的时候，
他就跟老百姓讲说，你们愿意帮我守城的话啊，将来呢我就不会屠城。所以这时候在苏州里面的老百姓也很可怜，最后呢反而是帮清军守城啊。好，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另外一个残酷的现实，就像江阴嘉定遭到屠城之后，屠城后呢累日天雨啊，遍地都是尸骸铺地铺路，满地堆积。所以奇怪，几乎所有的战争最后战争完的时候都会下雨啊，那下完雨之后尸体就铺路，然后就会有瘟疫。好，大家就问我说，那最后这些尸体怎么解决？其实很多传统时期即使战争，但是有一类人是不会被杀的，那一类人就是寺庙的和尚啊。所以像扬州时，像江阴嘉定这种情况，很多被屠城之后的尸体，最后呢是官府命令这个寺庙的和尚给他们钱，叫他们来收尸，叫他们来超度，然后要他们把这些尸体焚烧哦或掩埋啊。可是哎呀，这个上面也讲，像嘉阴县这个地方，清军屠掠以前，武进人超强以后，所以他呢，也就是说在那段乱的时间，不只是这个所谓的清军会抢，这个中国人自己也抢中国人啊。好，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发现，江南这个繁华，过去是地下这个所谓地下天堂的苏杭，这个时候的，当时杭州也受影响啊，主要是苏州跟松江这个地方，昔日繁华已减十之七啊。所以江南经过了明清之际这场大战乱，一直到接近了快五十年左右，接近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才开始恢复以前繁华的情况。以下我来谈一个有趣问题，就是所谓的逃难的社会文化史。在明清时期的逃难，就我们如果把它视为一种传统的时候的逃难，在逃难里面衍生出来的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现象？首先我们先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先看这些逃难过程中最明显最主动最快逃难，就是这些官绅妇人家的。这些官绅妇人呢，通常都是很早知道消息，而且很早就有计划，而且呢，他在逃难过程中通常有很多族人或友人接济，有时候逃难的时候甚至还带着他的仆人，而且他的逃难生活其实要比一般的逃难人的生活要好很多啊。而且他当时这类人通常对江南抗清或者明朝抗清的这样的想法会带抱有比较大的期望，而且非常乐观啊，这类人。那么有些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逃难过程有详细的计划，像我刚才谈到像陆士仪的这个情况，但也有呢是带着这个全家的这个仆人一起逃难啊，还有呢是把自己扮成是这个僧人啊和尚，跟小孩跟他的儿子一起逃难的这个例子。其中有个例子非常有趣，是唐真这家人。唐真是明末清初一个很有名的理学家，但是他在这段逃难的过程中，我们从他的写的著作里面发现，其实他在逃难的过程中啊，他的家产依然丰富，而且他基本上也不太需要劳动啊，而且通常都是由他的奴仆来担任劳动，而且他在逃难过程中依然可以吃到鸡鸭鱼肉啊。所以这个逃难我们也知道啊，也分有钱人跟没有钱人啊，有钱人可以逃得比较好的啊，没有钱人就比较惨啊。前几天我跟一个欧洲的法国人跟英国人就讨论现在欧洲的难民潮的问题，他们也提到了为什么有一些人不断，我就如果是叙利亚难民，在土耳其不是就可以非要跑到德国吗？还有人要逃到英国去啊。他们就说，其实真的能够跑到德国跟跑到英国的，都不是穷的难民，都不是穷的难民，而是比较有一点点钱的难民啊。好，在这段时间我们就发现，其实逃难的过程中最明显，尤其在这段时间最明显出现就是社会矛盾的激化。主要社会矛盾的激化，就是我们看到主仆的对立出现。什么叫主仆的对立？明朝非常流行养奴仆，所以我们说有很多有钱人家里奴仆就是几百人哈。那么在湘江的奴仆呢，在这段时间他们也会组织他们的所谓义军啊。可是
有趣了。这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奴仆组织的义军跟主人组织的义军两者之间是有相当大的矛盾啊，相当大的矛盾。所以有时候可以发现，这个奴仆组织义军，他的矛头不是对向清军，而是对向自己的主人或自己的地主啊。为什么他们这个时候敢那么大胆做这件事呢？因为他们知道天下已经大乱了，已经没有王法了。现在唯一的王法就靠你有谁有力量，谁有武力啊！这是当时很有名、很常见的现象。所以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时常看到历史学家称它叫奴变啊，奴朝就奴仆的这个变乱叫奴变。这种奴变在当时非常频繁，而且呢又以这个江南的地区为多。当然也不止江南啊，也不止江南，但是这个江南地区出现最频繁。为什么？当然也因为江南有钱人多。贫富对立越来越严重，贫富这个贫富两极化越来越重。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逃难过程中，这个富户谨慎跟市井小民开始出现对立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我下面举个例子，姚喜，姚喜他住在安徽桐城，他其实也不算是很有钱，就算是一个下层士人，但多多少少也有一点银两啊。可是当他要逃出城的时候，居然被市民所阻拦。你看这个市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平日都在城里面享福，今天反乱了，你们这些有钱的这个乡官财主全部都搬出去了，就丢下我们这几个穷老百姓在这边是该死吗？”啊，所以就把他的这个家人全部拦下来，叫他们不准出城。啊，好了，这个姚喜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当然也是把自己有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贿赂这些市民，啊，最后这些市民才放他走。所以其实，哎，这个社会矛盾在这个时候呢，啊，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激化的现象。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些下层士人他怎么样评断，特别是抗清，江南这个抗清的这段时间，他们怎么样去评价这个时代？很多这个经历逃难痛楚的这些下层士人，他们在评价抗清运动的时候，跟我们过去看到的那个历史上正史或一些比较主流叙述里面，其实有很大的差异。这些下层的士人对这些所谓的义军、湘军的这个抗清能力也颇不以为然，而且他们认为这些湘军其实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且他们也非常清楚地将当时的抗清领导人分作两类，有一类真正是所谓的忠臣义士，是明朝的这个所谓的孤臣义士。在这类人里面，他们是基本上就算是这些人在抗清的过程中牺牲了部分老百姓，这些人依然还是对于这些真正的忠臣抱以他们的崇敬之心。但是他们批评了另外一类人，也就是有一些人专门是借口抗清，但是真正的目的是要抢夺资源跟抢夺粮食。他们认为这类人其实是很多，这才是投机分子。其实我们真的看明清之际很多抗清的这些号称义士，有大部分其实叫做真的就是投机分子啊，机会主义者。他们通常碰到了小股的清军就把他们杀了，但是一听到大股的清军来马上就逃了，在逃的过程中还不忘先把当地勒索抢掠一番啊。所以当时明清的这些下层人士每次碰到这个情况都说，我们其实已经分不清楚谁是清军，谁是明朝军队，谁是土兵，谁是盗贼，反正都一样，我们碰到谁都倒霉啊。那么他们也开始严厉批判了前面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他们一开始假装抗清，但是却因为杀了这些清兵而引了更大股的清兵来屠城，最后呢却自己跑掉了，最后牺牲的反而是住在城里面的老百姓啊。另外，在逃难的过程中，很多人在记述逃难的过程中，有人逃难成功了，有人逃难不成功。那么怎么样才会成功？怎么样才会不成功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留下的这些记述里面，有很多讨论的理由，就是谁可以成功，谁不能成功，似乎是一种命定论的结果。啊，似乎叫上天注定。当然了，这些都是事后诸葛，哈，都是事后写的。他们只是为了只是为了那些没有逃难成功的人找到一些心理创伤的出口。
比如说他们梦见，比如最常看到的这个命定论，就是某些人他做梦，梦到他的祖先告诉他说，哎，这个什么哪年哪月哪日将大乱，你最好赶快有点行动。来，他醒来了就准备要做，准备要迁都，准备要迁这个，就准备逃难。可是他的父母亲就说，你这个不孝子啊，我那个老爸老妈在这边，你就想要一个人跑了，那不得已只好留着陪老爸老妈。结果果然清军就攻陷屠城，一家全部都被杀了。这是有一种这一类的这种说法。那还有一种就是他能够逃难成功，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果论啊。什么叫因果论？时常出现说，哎，某某人他要逃难的过程之中，这个清军来了，但是呢正要杀他的时候，他躲在茅草里面，这清军正要拿剑要刺他的时候，哎，刚好有片大的瓦片掉下来挡住了，所以他就没有刺到，没有死。哎，怎么那么恰巧啊？他说啊，那是因为他平常时常烧香拜佛啊，时常吃素啊，所以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啊。这个时常在中国人的这个因果报应里面时常出现啊。像以前的这个现在当兵只要当年啊，我们以前那个时代当兵当两年的时候，受训完要抽签，那么大家都不希望抽到金马奖啊，都比较像金门马祖，大家都不需要抽了。这时候我们这个连队长官就说，按照我过去经历啊，只要吃素的人通常都会签抽到好签，都会抽到金马奖。这是我们所有的，这是我们所有一官队里面马上全部改吃素。我想说这个时候是不是才吃素会不会太慢了一点啊？好，这个其实就说明一件事，其实中国人很相信这个因果报应，这个命定论的说法。另外我们再看到在乱世中的妇女的形象啊，那么他们跟实际之间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在我们看到这个，首先看这个清朝清军在征服江南这段过程中，其实妇女真的是变成他们最重要的掠夺者啊，对照掠夺的财物。以前几年有一部电影叫做《投名状》啊，然后非常有名的口号就抢钱、抢粮、抢女人，对不对？但是感觉上好像是电影的噱头，但事实上在真实传统时期，抢女人、抢妇女真的就是作战时候最重要的这个掠夺品。实际上明清之际这个清军南下的时候，掠夺了，从这个屠城的过程中掠夺很多妇女，然后江南就变成最大的人肉市场。比如说呢，扬州陷落之后，扬州的这个妇女被掠夺之后就卖到南京，好，那么其他的这个地方陷落之后的这个妇女被掠夺就卖到苏州，所以苏州跟南京就变成最大的人肉市场。那么当时有很多人，是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很多先生丈夫或者是父亲就开始到处寻人，寻他女儿，寻他的太太。好，这时候终于找到太太的时候，就出现两种非常极端的形象。什么叫极端形象？很多人发现这个被掠夺的妇女里面分两类，两种形象。一种形象呢是非常可怜，蓬头垢面，然后呢这个非常凄惨。但另外一种形象是这些女人过得很好，每天花枝招展，跟着这个清军的官兵有说有笑，然后等到她的丈夫来了之后，说她我要找回我的太太，她太太反而不愿意跟她的丈夫回去，她宁愿跟着这个清朝的这个军官在一起。这个清朝的军官就恼了，说这你的先生你为什么还不敢跟他回去，留在我这边干嘛啊？有的时候就骂他一顿，那个把他遣回去。那还有一个故事更绝了，他觉得这个女的实在太过分了，最后就一刀把那个女的头给砍下来，然后又给她的丈夫20两银子，叫说：“哎，你再回去再去找一个新太太结婚吧。”啊，但是这些东西、这些形象到底是真是假，我们只能说有真有假，啊，有真有假。但这两类形象其实充分的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虽然它是一个现实的现象，就是说在明清时期妇女是被掠夺。而且妇女成为人肉市场，但是同时我们其实也可以发现，在这个妇女形象呈现这两个面向的过程之中，她其实是在批评啊，特别是那种负面形象的妇女，她其实是在批评一件事情，就批评汉人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扬州十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描述的那个扬州的妇女，啊、哦，扬州妇女的形象，他们就讲扬州妇女就专门讨好清军，你知道吗？那跟他们我们徽州妇女非常守节义，清军来的时候都自杀，成为两种非常对立的形象。那这两种对立形象其实都是男人在设定起来要作为批评对方的一种说法啊。怎么说？比如说《扬州十日》，王秀楚说，我们的徽州妇女都自杀，你们扬州妇女呢全部都跟着清军了。那其实是批判了那个当地徽州当地扬州人扬州女人的这些水性杨花的这个情况。好，最后我们来谈到一个问题，到底好，回到一个老问题，如果在大难的时候你到底应该选择避城还是避乡？当然在那个时候一般人的观念里面，主流是认为人们都应该避居到乡村才可以避乱，但是也有人认为在大难避乡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做法。第一方面，这些乡绅逃到乡村之后，虽然家里很有钱，但是往往会成为这些盗贼觊觎的对象。第二个，清军也不是说他只攻城而已，他发现乡村有问题，他依然会下乡剿寇，这时候呢也会受到清军的威胁。而且呢，你逃到乡下，除了清军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些土兵流寇，所以你也没办法保护自己。总而言之，避城或避乡在当时虽然是一个争论啊，但是这个争论一直存在。好，最后是来谈一个有趣的事情。我今天讲那么多，从明末清初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例子。什么叫有趣的例子？说其实这个明清之际逃难的这个历史，在过去在之后其实还不断的重演。什么叫不断的重演？我最近的研究其实不是明清史，我最近研究是研究抗战时期的沦陷区，特别是苏州这个地方。我发现在抗战的时候苏州沦陷的过程中，很多老百姓逃难的方向逃难的路线其实是延续明末清初的情况啊。比如说苏州，放这个图，苏州的这个是中间这个，对对对，这个是苏州城，然后呢它的外面这边是太湖啊，太湖地区。所以其实在明末清初很多人逃难的时候，就从这个昌门外沿着这个地方逃到这个地方去啊，太湖这个地方啊。我第一次去太湖的时候，当那个游览车走到太湖的时候，我走下来看到，我们不是要去太湖吗？怎么走到海边了？因为一望无际啊，这时候发现这台湾人真是好像那个土包子，刘姥姥进大观园，连湖那么大都没看过啊，因为在台湾从来没看过那么大湖啊，一望无际。啊，突然有钱就往这边跑，其实抗战的时候也是往这边跑啊。除了有钱人他会往这个上海去以外，其实基本上他逃难的路线跟明清之际逃难的路线是差不多的。然后等到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很多逃难到这个逃难到太湖附近的这些人又开始回到苏州去，所以其实历史有相当的延续性啊。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逃难历史本身其实从明末清初以来，历史经过太平天国到抗战，它也呈现了一个延续性。这也是我们讨论这个逃难的历史里面的一个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啊。以上就是我的这个报告，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我这报告也有一些心得跟兴趣。好，那谢谢大家。各位朋友，听完老师精彩演讲，我们可以开放提问，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举手发问。我问一个问题，好，就是那个，我记得当时在那个绍兴哈，守绍兴的时候，那时候鲁王不是在那里吗？那后来这个巡抚是余煌嘛，他
那时候是快要战败，他不是把城门打开让大家逃走，他在自杀吗？是是是。可是那时候人不是说批评那个好像陈侯寿还批评那个鲁王的部队好像这个土匪一样，是有这种事吗？那还有像松江那个李代贵，他不是后来人家纪念他，把他当成是那个什么城隍爷，城隍哈，松江的城隍。那到底他在历史上跟现在来看到底是怎么样的？绍兴的例子，因为我当时讨论还没到杭州以南的地方，啊，所以我只到这个江南这个地方，所以绍兴的情况我并没有很熟悉。不过在当时，如果笼统来看，我们应该说，如果很多这个正史记载或者有一些所谓的主流的叙述里面，通常，比较强调是他们抗清本身，而不强调说他们到底跟老百姓的之间的关系。对，那么但是松江的情况呢，基本上如果我刚才说的情况就是说，如果像他们是守城来抗清的，那大部分其实在抗清活动之前就已经放老百姓出去，其实留在城里面的人说一句实在话，就是大部分都是自愿，或者说其实也自己选择留下来，所以即使城攻破了，其实大部分情况下从城被攻破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通常像江阴跟嘉定一样，它城被攻破之后在城里面还发生巷战，至少持续要十几天啊，所以在那段时间老百姓也有机会可以逃出来，但是困难度就更高，所以最好是在还没战争大规模战争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先放人出来，但很多人就觉得反正就是要赌一把，很多人出来，但也有些人不出来，所以这个情况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一般其实像松江的情况，一般老百姓对我应该这样说，大部分的这个下层老百姓其实对这些真正愿意抗清，特别是组织义军真正抗清人还是很尊敬的，即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像我引用了很多例子，也是像这个江阴嘉定的例子，其实他们自己也是在那个过程中讨论出来，但是他们对于当时江阴嘉定这些义举的这些士大夫，他们基本上都还是抱有这个尊敬的，他们其实大部分批评的是很多明朝的军官，这些很多明朝的军官通常都是来打劫，然后假装抗清，然后真正的这个真正清军来的时候，他们就跑掉了啊。所以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明清之际的为什么很多深圳的这个抗清的士大夫他会名垂青史，但是也有些人好像他有抗清，但是并没有真的被这个历史上记载下来啊。很多原因也牵涉到，其实跟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老百姓的互动有很大的关系。大致上。谢谢。请教老师的一个问题是，明朝这个朝代当然也是相当长久，那么这个国家为什么会走向败亡？那么它政治局势，还有民间各界社会的风气，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那么当然他这个衰败不是一时的，可能几十年啊。那么这个清朝为什么他怎么渗透到这个整个大陆政治各方面，他怎么变迁？请老师能不能叙述一下？谢谢。这个问题非常大。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讲两个多小时以上，一个一个讲细讲哈。但是我大致上谈，就是说从学术圈的研究去谈这个问题，但是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啊。那么传统的，比如说正史解释，就时常讲说明朝是亡于万历朝，是亡于崇祯朝，主要原因是明朝的很多社会的结构在万历时出现特别大的变化，
那么批评万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当时抽了所谓的矿税，然后激起了全中国各地的所谓民变，而这个民变呢，他们说这是导致这个明朝灭亡最重要的，可以说是这个前号啊。所以传统史学里面认为明朝是亡于这个万历朝，不是亡于崇祯朝，这是传统史学的看法。那么当代史学的学者呢，从二十世纪初到现在，都陆陆续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啊。当然从政治上面呢，比如说最常批评的就是崇祯皇帝优柔寡断，或崇祯皇帝时常中了人家的反间计啊，该杀不杀，不该杀的杀了哈。这个当然就是纯粹从政治的角度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解释。那么还有一个解释呢，就开始从所谓的财政的角度去讨论的问题。比如说因为明朝大量的这个赋税用来放在军事里面，导致了很多地方上因为可以说是被赋税给压垮啊，所以很多地方是激起了民变，就是官逼民反，因为赋税太重。但是这个说法呢，就大概仅适于，就是从明末有三饷啊，粮饷、练饷跟角饷。但是这样赋税的压力的说法呢，大概呢只能解释少部分的地区，因为以江南来讲，这些赋税对江南有钱人来讲是还无所谓的啊。但是对很多明朝，特别是北方的地方，特别像山西、陕西这个地方来讲，这些赋税就很严重。所以我们会发现，最后明朝是亡于流寇啊，李自成，而不是亡于清朝啊。所以最后造成是山西、陕西这些出现了这个大规模的流寇叛乱的情况啊，这是其中一个说法。当然，这个除了财政本身的谈法，现在学者又有一些新的说法。这个新的说法呢，就是谈到我刚才一直谈到所谓十七世纪的危机啊。十七世纪的危机来解释明朝灭亡呢，有几种说法。第一个，十七世纪危机是刚好在十七世纪中叶，我刚才说出现了小冰河时期。小冰河时期这种气候的变化，导致了生产力不足，导致了灾荒，导致了疾疫啊，这是一个说法。所以注定天要亡大明王朝啊，这个也没办法。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是牵涉到白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家看到下面展览也提到，万历朝白银大量输入到中国啊，特别是透过这个东南亚的地方啊，从这个美洲的白银，透过了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啊，输入到中国。那么白银进入到中国以后呢，本来对于中国是一个好处啊，是一个好处，将扩大货币流通，也扩大了工商业的规模。因为我们就知道啊，如果今天你要工商业的交易或者金融的交易，工商业的你一定要跟金融要完全的对应的发展。如果你今天工商业有工商业，但没有金融业的发展的话，那么它的规模会很有局限。举最简单的理由，因为当时明啊，这个是要讲下去很复杂，但是要说明朝法定货币叫铜钱，但是铜钱它的这个质量非常低，而且它的这个价值不高。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是做小本生意的，卖个馒头只要几百文钱，那就罢了。可是如果今天你要做大规模生意的话，你那个铜钱，你总不能带卡车的铜钱来交易吧？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一种价值很高的这个所谓的贵重金属的货币。刚好中国很缺白银，这个时候美洲白银输入到中国，刚好补充了中国需要这种所谓稀有金属贵重的这个货币。所以白银在中国就大量的流通使用，可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很多大量的白银流入到北方去当军费，而这个时候在十七世纪中叶，刚好这个西班牙，他们欧洲里面出现一个情况，就是禁止美洲白银输入到亚洲。好，美洲白银输入到亚洲被禁止之后，本来中国很多部分的白银是来自日本。日本那段时间也开始主角了，输入到中国，所以有的人说法，因为白银的缺乏，导致中国财政，当时明朝财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最后导致明朝灭亡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当代学者的说法啊。总而言之，大概我刚才说，从这个
探讨到明朝的灭亡，从早期正史学家强调万历的过错啊，到当代的学家开始重视所谓的政治上层问题、军事的问题以外，最近的就流行从所谓的气候变迁，从这个全球化的角度去解释明朝之所以灭亡，大致上是有这样的不同的趋势啊。以上大概是我只能简单回答到这里啊，谢谢。